前全球掀起由游戏热潮，在80个国家当中点阅率排行第一。就连中国并未开启 Netflix 平台上架，有许多观众透过非法途径追剧，甚至有商家看中人气戏剧的商机，淘宝上出现了鱿鱼游戏盗版周边商品。就连官方未推出的鱿鱼游戏光碟版，都可以在中国买得到，引发大批韩国网友不满，在论坛上开骂，真是坦荡荡的违法，真的像小偷国会做的事，果然是把著作权喂狗吃的中国。除了网友开骂，还没忍不住出新闻很酸，就算有禁韩令，中国非法下载 Netflix 还卖周边，整篇内文讽刺淘宝贩卖鱿鱼游戏周边商品，绿色运动服还印有中国字样，仿佛把鱿鱼游戏里的灵感当作自家出产的品牌衣服使用，掀起韩媒与南韩网友的愤怒啊。